他们说，男人像山，狂风吹不折他的脊梁；男人像风，高墙拦不住他的远航。男人不止一面。哦，对，沙县。也不只有拌面，我们还有板鸭、水晶烧麦、金包银、玉饺、烫嘴豆腐、炸米冻、烙粑等等，这些要到沙县才能吃得到。哦，对，福建也不只有沙县，我们还有佛跳墙、荔枝肉、肉燕、乌拉尖、沙茶面、润饼、熏鹅等等等等，这些也要到福建才能吃得到。来福建，享福味。当鸭子。有了手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到沙县最后一班车，走了走了，快快点走快点。当鸵鸟有了手，花生瓜子零食饮料，请问有需要的吗？呀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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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。当鸡有了手，哎，砰砰砰砰。当沙县状元饼有了你的手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鼓浪屿馅饼、泉州润饼、煎油光饼、客家梅菜饼，这些啊，我你要到福建来是吧？嗯，哎呀，来福建享福味。你放开我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分手就分手，可不可以拜托你照顾好自己啊？你看这漂泊大盆，漂漂大漂，倾盆大漂，倾盆，好大的雨啊！你普通话到嘴，这烫嘴豆腐提前吹一吹，就不烫嘴了，你照吗？我照啊！还有沙县豆腐丸、客家酿豆腐、邵武和平豆腐，这些吃前吹一吹就不会烫嘴了。喂，还不要水？来福建享福味。在沙县，传说中有一种烧麦，叫水晶烧麦。吃了以后，就可以忘记一切。我不知道我忘了什么。你忘了豆豉油哦。我只知道，烧麦很 Q， 沙县很溜。我们常自嘲自己是透明人，可有光的地方，低头。便看到了影子。也许这条广告看起来有点尬，但它是沙县的第一条广告。作为初代中国版的深夜食堂，就是这简单的一汤一饭，却是异乡人温暖了另一位异乡人的胃。如果下次多一张到福建的票，得为我们通过亚开。福建省文旅厅托给你们带句话：来福建享福味，好吃好玩来福贵。